直撅着嘴，累不累？你是不是不开心？不开心你跟我说，其实我可以开导你一下。诸位妖界的兄弟，今日我们欢聚一堂，就是要扒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。你们随我老牛一起长生不老。贤弟，你我吃了唐僧肉后便可以长生不老，法力倍增，也就能取代孙悟空成为真正的齐天大圣。这个那托了牛哥哥的福了。等我当上齐天大圣以后啊，花果山的小妖精随牛哥哥跳了。一言为定。当然了。各位大哥，吃我的肉真的不会长生不老的，要吃我的心才可以呀。但是贫僧呢，心眼太小了，一个心只够一个人吃啊。你们这么多人够不够分呢？如果万一吃了我的肉没有长生不老的话，那算不算是贫僧骗了你们？出家人是不能打诳语的，吃我的肉真的不会长生不老啊。来来来来，敬你，来，我敬你呀！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怎么就打起来了？他们不是好兄弟吗？金箍棒都没有，还想当孙悟空，不伦不类！我好心找你吃唐僧肉，没想到你恩将仇报。好啊，让我把你的牛眼挖了下酒吃。唐僧的心是我的，分着吃，做梦吧！看来今天唐僧肉吃不了了。保命要紧，我们快跑吧！走了。哦，以和为贵呀。这位兄弟，不知道你加入社团多长时间了？你大哥对你好不好啊？社团福利高不高？有没有工资？有没有年假？你大哥有没有帮你找女朋友啊？看你身着也比较光鲜，估计已经是堂主了吧？那你手下的弟兄有没有听你话？哎，既然是堂主的话，今天吃我你有没有份呢？哎，这么隆重的日子，父母有没有来？家人好不好？你要是没成亲的话，我可以介绍你一个很温柔的女妖。哎，你不舒服啊？你不要这样，我的肉啊，应该还是蛮好吃的。大腿呢就比较松软，小腿比较结实，但是容易塞牙。你还好吗？要不要请你去看大夫？他好像身体不是很舒服。你也不舒服。怎么牢里这么安静？唐僧都被他们拖出去了，当然安静了。丑猴子这么歹毒，居然对我们放毒箭。现在知道他歹毒了，当初怎么劝你你也不听，还爱得死去活来。哎，说的跟自己没动过情一样，也不知道谁当初要跟他私奔。喂，白晶晶，你有完没完？我没完了，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我们谁都不提那个臭猴子吗？我不提，你也别提了。忘了今天我们来干嘛的？我们来是要问青霞师伯啊。这个疯女人，明明我们修炼得好好的，非要打扰我们的平静。可是你真的平静吗？那当初收到那只臭猴子的求婚帖，然后还背着我偷偷的去找他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你。
你要吵架是吗？我懒得理你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喜欢过他，在我心中早就没有他了。我也不想去找那个疯女人问个明白，要去你自己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我自己去问。你想自己去就自己去，我偏不让，我也要去。喂，你站住！春三十娘，白晶晶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是师傅的声音。师傅，师傅，在那边。师傅，我在那边。师傅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师傅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青霞呢？青霞师伯呢？对啊，都怪他，要不是他，我能被关在这儿吗？师傅，你放心，我们就出去。对，这是青霞师伯的错，不能让你困在这儿。师傅，不管用啊！怎么回事？这什么地方？哎，那还有一个，走。喂，千万不要乱走，更不要碰墙上的东西，不然不然会怎么样啊？会被关进来。哎，这也不高嘛，飞出去不就完了吗？走你。哎，师姐，你在干嘛？飞不起来啊，师傅。月耳猕猴偷学了太上老君的八卦阵，布在这个牢房里边，所以啊，法力在里边没有用。这有这么多一样的东西，可以按吗？哎，别碰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个跟刚才那个房间一样啊？不是一样，就是刚才那间房。啊？这墙上一共有八个记号，我每个都试过了，墙转来转去还是这一间。你看，我那儿还做了个记号。不知道这个臭猴子到底用了什么法术，就是出不去。那两个一起按呢？啊！有点意思。原来是这样。